整部《金刚经》讲到般若深意之中的破相，然后达到性空的那种心中的那种担当体领，那种破相性空的担当体领，它是不离弃世间的行为的庄严的啊。在旁边再调一下嘛，听到声音不动，世间的这个行为的庄严的。所以有的时候讲到世间的种种的行仪，你不要以为它都是只是代表相中的作用，只是在事相之中的行持而已。世间的行仪，它事实上就是要什么？让一些行者慢慢就是练就此心的，能够达成此心。所以事实上这一念心，这一个念大觉心体现前处，哪个不是一切行住坐卧一切思维仪？要是没有一个觉体所现前的一些行住坐卧思维仪，那时间就成断灭。但众生却在一切行住坐卧的种种思维仪中，从此以后忘记了觉体，反而形成了种种的有相。将来就要在这些行住坐卧每一天的起心动念、发心行持当下，你能看到每一个起心动念时，其实都是你大觉心体根本不住本来的妙明跟妙湛。你能够如是体会时，那一切世间的行住坐卧，你依旧能够什么？能够清楚庄严现前。就在这个庄严现前时，你不但不是只是堕在世相之中最末梢的流转，你还能够在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念头起处，你能够念念看到心性之中根本清明的担当。什么叫清明的担当？因为大觉心体正在呈现一切感觉时，那就是大觉的清明了。假如大觉的心体若是堕在任何感觉之中，它就不能够有任何清明。他为什么能够在一切感觉、随一切感觉中不断的起成千变万化？那就是清明的本来的表现。因为在千变万化之中，尤其是在大乘佛法，每一个行者最初下手时，他心里面要先了解大乘佛法的逻辑，那就是告诉你，在千变万化当前，能千变万化的一定是念念不住的清明。让你真正堕在千变万化、种种现前的种种执受感受当下，你就断了如是清明。你要是真正执着任何感受，反而你从此以后你只能随住一种感受，你再也不能够体会其他种感受，那反而叫做断灭。所以这个叫做破相啊！所以破相时，它能够成就一切相，能够达实相。所以破相不是从此以后没有相没有事，那不叫做破相。破者是什么意思？真正的破的意思，破是要能够什么？要能够坏其蒙，坏其蒙，蒙就是蒙昧。还要能够什么？还要能够破其因，破开叫做破。蒙昧的蒙，坏其蒙，破其因。在一切感受、一切行持之中，你再也不是过去，只是随事相最末梢的执受之中蒙昧、暧昧了你现前的种种根本本来面目的作用。反而是你在一切行为行持当下，你能够体会一点本来面目的作用时，它不但不会死在末梢现前执受的种种我执的幻觉，它反而更能够体会到现前为什么能够成就种种的事相，成就种种的作用，它才能够达其因，明其果，能够明辨一切因果，什么因故如是现，什么现故是如是因。所以他才能够自在于现前的所有的一切，那自在于现前所有的一切，那才叫做什么？那才叫做真破相，那才是真正的真破相。所以在这里面重新解读一下，什么叫做大乘般若的深意？那种般若的深意，既然叫做般若，那个"惹"字还从一个"若"字，那个"若"字是什么意思？"若"字就是它能够如一切法。他能够担当一切万法，所以叫般；他能够如一切法，所以叫若。
但能担当处，能够如一切处，就是什么？就是能够看得到大觉心体的根本念念不住处。也就在这个念念不住当下，你才能够启程随缘的一切清明的担当。所以这种思维是要靠什么？要靠行者不断的这样反复啊，在觉体里面反复这样子去体会。没有这样的反复的体会，你根本将来你无从，尤其是解脱道中，在生死二字上，你无从下手，你无从真正面对什么生死，你面对不了生死，生死在哪里都不知道。生死不是这一级果报，从头到尾只是这样这抽象的一个时间的概念。只要你只是在从头到尾这一级果报，这只是从生到末这种岁月里面这种远长的这种概念里面认为是生死的话，你这种在解读生死，对你现前面对生死心中的决定心绝对不会坚定的，因为他根本感受不到。唯有什么人才能够真正感受，能够明白生死，他是能够明白觉体当前，看到一切大觉形体随缘所现的一切感觉呈现处，哪个不是刹那生刹那死刹那灭。他能够在觉体的刹那生刹那灭中都能够心中清清楚楚朗朗明白时，那这一起果报的生生死死他也就能放下，因为觉得生死的那个觉从来非生非死。但是这个非生非死的觉，他天天面对的就是那些感受随缘的生生灭灭。所以要你下手时，也是面对在现前感受随缘的生生灭灭时，你慢慢熟悉，慢慢体会，慢慢深入，慢慢熏习，这就是文思修。久而久之，你就在过去你不能够维系观照的地方，你在过去每一个起心动念当下，你不知道如何当下发心，当下照了的心中的如实的智慧里面，你将来慢慢的成就时，突然有一天你就用得到它，你就站在觉心中看到一切感觉的种种生生灭灭。当你能够看到感觉的生生灭灭时，你已然知道什么叫觉心。你坐在觉心看感觉，你再也不是感觉的势力，但是你知道感觉都是什么，都是生生灭灭。当你知道是生生灭灭时，你才知道过去是什么原因，明明是觉心现感觉的生生灭灭时，因为我被觉故，所以受一切感觉的生生灭灭。今天虽然还是看得生生灭灭，但是我在这个生生灭灭上已然体会到这个觉心能明白能觉起这一念心从来非生灭非灭。站在这非生非灭看这些生生灭灭时，你才知道过去的流转的可怕。当你能够知道过去流转可怕时，你这一生中甚至于到死，死也是一个念的，你现前这个念你都不住，都明白它的生生灭灭，你到死前老病死现前，那个念头现前，你自然解脱。